为什么别人哦的孩子都在看漫画，都在学画画，我就这样哦对着钢琴说话，别人在玩游戏，我就要对着墙壁背 A B C， 就这样哦，就留下。细汉时阵哦，受偌济委屈哦，但是也讲，音乐在你的未来，音乐是你的王牌，拿王牌谈恋爱，才不会把你教坏。这是一个我真感动的一个小诗歌。咱今麦过来吟一条，我咱更加感动的诗歌，圣诗599首，圣诗599首。无论在什么时阵，唔通让苦难也过去，也唔通让悲伤失去。有耶稣的名，就信耶稣的名。我们出来讲，这是一本的一个七岁的小孩子在他病床上所写的歌。写完之后没有几个月，他就走了。现在我们你看到的歌词是闽南话，但是你可以用你的华语的能力把它翻成华语，一起唱出来。